咦，雷 Sir， 咁啱嘅？係喎，雷醫生咁啱喎。你知唔知2023年衛生署嗰個日行萬步咧，步行挑戰華共快已經順利完成咗咯。今次有超過4000多隊，共11000人達標，總累積步數仲超過500億步添啊！有參加者同我哋講，因為呢個比賽咧，多咗同屋企人一齊行。家庭關係好咗啦，身體健康咗之餘咧，仲 feel 到啲愛喎。咦，我哋行咗去邊度啊？行到冇雷公咁遠，唔覺咧。傾偈唔係一定坐定定或者企定定噶嘛，邊行邊傾，體能同埋心情啊，同時可以 double up 噶嘛。哇！李斯同埋玉斯行得咁快嘅，佢哋已經 level up 咗啦。佢哋唔單止日行萬步，仲練緊快步添。每日快步行30分鐘，每分鐘行100到120步，半個鐘就行咗3000到4000步，心肺功能梗係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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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每日快步行半個鐘，日行萬步話咁易啦，行多啲仲可以強化肌肉同埋骨骼，維持適當嘅體重，同減少患上慢性疾病，例如高血壓啦、糖尿病嘅風險啊。雷瑞啊，等埋啊！今次嘅步行挑戰雖然已經圓滿結束，但係大家都要 keep 住日行萬步啊！家家齊萬步，開心又健康。